说爆红的《延禧攻略》是一段历史描摹的一个女人的戏，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群女人改写的一段历史，汇集了何赛飞、马伊琍、姚晨、周冬雨等近百位实力派演员，抗战史诗电影《那些女人》用另一种视角书写了一段女人们的抗战历史。我在那些女人里边扮演的是水清娘，一家人本来是过着还比较平稳的这样的小日子。然而战争时代又有什么平稳可言？因为日本侵略军的到来，何赛飞扮演的水清娘和很多一起避难的同胞们汇集到了当时相对安稳的南通市。那我们必须要加进这个当地的土话。水上女人呢都很厉害，因为她们要生存，要自己要很强悍嘛，在以船为家的，你想他们鞋都不穿的是吧。在这里，何赛飞和泼辣的胡可、爱炫耀的江家娘娘马伊琍，以及身份不被大家待见的惠姑娘樱桃，成了街坊邻居。直到有一天，为了帮助被日本军追捕的新四军，镇上不少人都牺牲了。很多的老艺术家他们并没有什么台词，然后因为那是一场大场面的戏，但是大家都非常投入，非常认真地去完成了这样一场戏的拍摄。然而痛苦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牺牲而消散。何赛飞的小儿子不仅在盘查中被日本军无辜枪杀，家中仅剩的女儿水琴也差点被抢走送给日本军官。面对国仇家恨，扮演汉奸老婆的周冬雨，原本在夫家人为言轻不受重视的她，为了帮助这群女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我接到这个剧本，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也是拍文艺片出身，所以我对文艺片有着一些特殊的情感吧。我看了剧本以后，我深深地被那些女人感动。我在想，这些女人一个一个在这个火烧竹篱笆的战斗当中去世的这个情景，我还被感动得眼睛湿润。我觉得中国缺少很多这样的所谓爱国主义题材的一些电影。我觉得我的参演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文娱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